三国人家都是他家的师外兄弟，听习外面的传言，又看到人家离开也都先不好了。就在潘海根已经近乎绝望的时候，听守山玄真望忽然来了一位岁数不大的年轻人，说他是龙虎山的俗家弟子，在玄真观落脚，得知了潘海根家的事儿，特不笑，一根死往后，一根死头顶大会。三根针下去，杨百合很快就吐出来了。杨百合那里头一个叫做大帽山的地方，他一起进山神保护时，压根就没有什么许愿救人的说法，而是拿到血雨和观音才能够跟进山神保。他说的话不会错，但海根说了，如果他说谁的话听不进去，还是去了大帽山。这倒是个他对我好说。